你进入刺激战场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欢迎来到真人游戏，本局游戏可以自由组队，各位玩家加油！优哥，你一个人，我们可三个人，这一局游戏啊，已经没有玩的必要了。就是，这次啊，肯定输定了。就你们这游戏水平啊，我一个人吊打你们三个。行了行了，闲话少说，抓紧开始吧。火箭筒 RPG。这还把枪？我也有枪了。走，滚九四。今天这捡到的装备都不错呀，看还有火箭筒呢。到时候只要火箭筒一发，就能结束游戏了。没错，走吧，我们去找优哥。走。知道就不吹牛了，这捡的都是啥装备啊？一把破 QBZ 怎么打呀？这大东老师又是火箭筒，哎呀妈，都是好枪，这把这咋玩呀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哎，那边是不是有声音？是不是刘哥？走，过去看看。事到如今，只能使出我深藏已久的隐分身术了。卡给本心呢，几次？兄弟，就靠你了。是有功打机会来了，打打打打打打，恭喜优高获得胜利。优高，哪个是真的你啊？我猜应该是这个吧。不不不，我觉得是这个。不对，是这个。哎呀，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哪个是真油膏，哪个是假油膏呢？评论在下方哦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